从中者无才，那真着咱时代钱交关，财产交关，啊叫咱好啊好钱，好啊好钱，以保家业免烧，从这个家业来当保险介绍。啊，咱这个从这个道的道路，道的这个环境，安尼来继续去来传。啊，人讲呢，商品率也下降。这个经验，咱一定要继续这样打，这样做，好，这样做，啊，好，这个呢，连续不衰，继续会被咱给衰出来。经玉祖大师一句话言将毕，今仔日玉祖大师呢，第一期来出世，来化缘到这，已经将要停顿了。时间一变之际，伊而且只是干净。地主讲已经一个代志啊，吼，即中间呢事业之节，将自我逐渐放下，将伊来求道学道，自我甲逐渐，而即个法门，吼、哦，附托教义，附托一切地主，叫因大家保持和谐，继续啊，吼、哦，啊，伊讲附教，吼、哦，附托教义无文件。爱继续这样传传统业务去，发扬光大。武术发展不转，武术这个这个发展，这个发展那就定位啊，未使叫停，未使叫停。社会毁灭，或者毁灭会继续传。但今仔是，我那很爱哦，传这个继续，或者毁灭，毁灭继续传下来。销量三宝一亿。将这个三宝呢，哦，佛法经这个三宝，观法印这个三宝，爱来弘大，爱来弘大，哦，爱来弘大呢，从遐赶紧传下来，足济足济，一引众生，互众生利益啊得到，哦，得到了必有啊，故作不虚品，所以叫做。出品的来源，完全出品；这本的来源，就这二十品这来源，对出品开始来。哦，亲传一卦，伊呢玉祖大师接受五祖弘忍大师传给伊一卦，伊亲身去接受这个一卦。哦，感谢五祖大师，伊伫遮作深深个感谢五祖大师将这个一卦来传来。足以代代相承，交代伊一代啊，一个传人，一个传人，发起以心传心，这个佛法心法是以心传心，咱真个讲才是发起一样，但是真正的心传都是以心传心，以心传心，改变自我自切。咱听咧讲经，听咱个前人遮讲作侪真理话听，咱爱家己开悟，家己去想，啊，家己去做，啊，把因从个经验出来，互咱有信心，感觉讲咱行这条路就对，啊，无为了咱私心，啊，无为了私来表现，啊，这点就是高的，啊，所以呢。爱去自养自食，自个福为团本体，事事为团本身。自个呢是福福为团本体，自古早到现在，福就是拢传这个体过来，哦，啊事呢也传心过来，哦，事事为团本身，事事每一件事必然来传这个心过来。事事为本心，故自我道以来，时时处处皆将自我的心法，呵护一切众生。所以伊呢，玉祖莲大师自于我道以来呢，时时刻刻，时时处处，啊，时时处处皆将自我的心法，呵护一切众生，将伊自我的心法。普遍分，这个分就是公分，就是公德。哦，分哦，俺们就
机关，请求咱的哦，咱的师尊师父老大人来点，以将伊得到的这个想法，以心得的想法来破坏咱这个地主，咱这个众生，哦，破坏了这一切众生，以无相干的，在这个当中，自于下开始做工作以来，干几块钱。请求咱前主先生，前主看这个死啊，都伫红尘，都压在现场地主，前主有钱调换地主啊，客户叫客户先，师傅正正经经，如用前面如意方便，一见以后我必变如相助，前主看这个死啊，都安尼交代，安尼交代，看在方便修得啊，都爱一心一意。哦，爱如用清莲，如意薄冰，这款的心境来修行得很耐心。所以呢，伊来讲，无孝干断是个执，偏偏执着一条，该无非哦，贪欲的心中，一片一执的当中呢，该无非贪执欲的心中。佛的心法，甲佛的宗旨。佛的心法是啥物？佛的宗旨是啥物？依跳无坏，大家来当面前修，接受这物件，佛就做满意啦。依跳无坏，以团作业，以团结作哦，那个作事业，落来的生命，真正安静哦，好难哦，这两者，你的作事满意。因主法品啊，对法品开始为自修如来啊，理解对法品开始呢，就讲这个如来的理解，如来正理正言咱了解，念诸众生用理修养，念诸众生令我们这些的姊妹知影了解修心的法呀，欲做大经。就是专门讲修行的法门，安怎修行？修行的法门，啊，我对我和坤顺顺无相，所以对我来的姊妹，顿顿甲人交代，啊，顿顿甲人交代，内何有在，外何方便？你内心家己一点条正，外面呢有法性还无法，啊，外何方便？我靠，好心，内心作假，果出品不了不坏呀。所以这品呢，会使用，会使用。出品容易啊，既团不心，既团不心中，何其苦啊！果得相思方法方便，所以这品的容易呢啊，就是讲团结不离心中。要好这个佛，好持这个佛法，好持这个佛，修心无碍。所以呢，特别真相是，给咱指示，要按照方法的这个方便，要按照大人哦，也要按照说佛法方便，顿了的法门，辨别下切，让你顿悟，让你听到佛法了后，你家己感觉爱就安得着。这就是道理，啊、哦，而且我们来辨别这个邪见，对答问难，问难，这个里面呢，有对答要问一挂困难的东西。这教，这教功纪念，所以教的功念，既然入伫这里面，立体全章，立个体，拢专门作天龙心，观行顿变，忽然间圆满。来修炼学道，来行道，予咱会当进入了顿悟，会当显了咱自性本体，叫做圆行顿圆，妙果圆因，咱而家来已经出世到这个世间内面，哦，予咱真正咱的因果，哦，而且得到真圆满，哦，来得去，必多无为啊。来而且伊即将甲人讲甲足详细，真正有味道，顿顿有效。安尼伊足认真甲人讲，
喝完托出去，而且全部拢安尼个资金内面，服输不做人员，甚至伊嘛讲，佛伫底开始愈来开始团结道理嘛，加人才多一个人员，自在新鲜客户，伊个心智要互咱讲，啊，咱这毋是社交，毋是别人，毋是人咧讲，社会咧甲人批评者，伊个智。团有新鲜，鲜一啥，也要团嘛团队嘛。树忠诚有树，树咱的宗旨，也要成一个。安尼呢，有一个法，有一个雕塑，发法不绝，咱发法团化来会当表现过。哦，变空真切，哦，伊讲了这宇宙间一切真理，拢讲伫真内面，啊。处完美强，处完美强，伊个心愿呢，是只讲甲足好，甚至呢讲甲真强真完整，发大众生哦，同源同源真谛，使咱佛法佛法众生来同源这个真谛，互咱真正了悟，会当登记下下来，很精彩，但即卖呢，真正来。啊、哦，听咱较熟悉，啊，咱较认真听，因为佛法实在嘛对佛祖大经，我那是有足了解，是安尼认真去甲伊看，去甲伊想，啊，来甲咱大家做参考之一啊。书一经还文字，法海甲智性，法达甲行慧，甲智性甲智通甲智觉甲智德。甲佛顶，甲佛祖顶关，逆境不动如人，我便多好各位的风书，那像写来交代遮个奉命无遮人，就是讲奉天命无遮人，哦，或者法海，或者智性，甲就发达，甲行为，甲智性，甲智通，甲智觉，甲智德，甲佛顶，甲佛祖人遮人。要亲像孔圣人的时代地主形象安尼吼，所以伊到家未转去，伊就交代遮个事来。逆境不动如人啊！伊讲恁大家已经对这个真理有些法了解，恁会使心修天命。哦，我面多以后各位的好事，我面多以后恁个人可以找一个所在去开悟。所以这所在去开放，啊，来清晰咱来讲，玉祖大师有一日叫他们的门下弟子，叫他的门下弟子法海，就是偏做玉祖大经的这个法师。玉祖大经就是这个法海禅师写的，哦，玉祖讲，也伊平常听伊讲，伊就拢写落来，哦，也是伊的大徒弟，甲智贤禅师。伊本来是新秀大师的一个优秀的弟子，是新秀大师派伊要来探这个佛的人啊，最后反而归入玉祖，反倒转来归入玉祖大师内面，发达。伊是念佛华经三千遍，三千部法师啊，这个发达上师呢，干那念佛华经念三千部。啊，念三千波呢，佫无得通开悟。啊，所以伊才来问玉祖大师。是玉祖大师来感化了，伊才知影讲哦，安尼我读这拢去读，也是真个，咱来了解。新会就是即位一见大师就上辩论，伊迄个法师。新会这个人本来就细汉开始出家，啊，所以。有读足读足侪经典，不过无开悟尔。听上话，嘛是咧，一下听一下，读一下读。哦，我咧读书书，我足认真读咧，我也袂是，袂是倒地方坐，我就天天开学读倒，我就直接读咧，啊，读甲困去咧。哦，我就是认真。哦，到有我大学中央论语法，读字拢背了是记袂记一领，我拢会晓背咧。哦，啊，就来一下。